1月5日，孟美岐参加韩红百人园丁公益活动 vlog 曝光，韩红在台上发言时大赞孟美岐，最后介绍那个姑娘，可能老一点的人不认识，但是我必须请她来，因为她是中国流量代表，她为中国女明星争了光。因为现在流量前三前两个都是男孩，现在男星当道，女星只有这么一个力挺的，她叫孟美岐。最后韩红还对粉丝说，孟美岐会成为非常棒的歌手。